能自动生成代码，会自动修复 bug， 能理解人类语言，幽默风趣还省钱。 ChatGPT 到底是个啥？ ChatGPT 是否会取代我们的工作？会让我们失业吗？ChatGPT 它是一种全新聊天机器人的模型，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，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来进行互动，甚至能够完成撰写邮件、视频脚本、文案、翻译、代码，协助人类完成一系列的任务。家里要养一只猫，该如何给猫取名字呢？怎样写出一个纸牌游戏的代码？在 ChatGPT 的面前，不过是瞬间便可以迎刃而解的一碟小菜。君不见，山川变迁，万物生长于春秋；君不见，河流奔腾，自古长驱不息；君不见，月明如霜，皎皎洒落于夜空。像这样模仿李白风格的随机创作的诗呢， ChatGPT 一分钟能写100首，上线不到一周，日活用户破100万，两个月破亿， ChatGPT 火爆全球。 ChatGPT 似乎对许多职业都造成了巨大威胁，比如文本生成 AI 已经在体育新闻、财经新闻的报道中广泛使用，可在一秒内生成超过2000篇财经、体育类的新闻报道。我们小编确实比不过 ChatGPT 的速度，但人们也不必过于担心。 AIGC 技术目前呢尚不成熟，在音频、视频、图片、文字等形式的内容创作中呢，还存在着明显的机械性问题，常常出错，还离不开人类的创意和把关。美国财富杂志文章中指出，没有一款聊天机器人能够与 ChatGPT 相提并论，当然它也并不是完美的，提供的结果呢不够精准，无法引用信息来源，无法做到字斟句酌。个体自身的思维能力、判断力和创造力，他们都比现在所强调的许多技能更宝贵，却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忽视。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迫使人们重新寻回和重视这些能力的话，那我们无比欢迎人工智能的到来和逐渐成熟。